加油！都是人潮。我怎么整那么多小？你的标题可以出现，这是干嘛了？哇，好多越南人。你看烟火的啦？哦，看烟火的。你把这拍一下。我的妈呀，这人醉了，这么多。咱就在这个后面。看，越南人人多。越南人呀？人多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越南人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湖南人的，讲错了。奇怪，我讲到我老婆那边去。我都想说，奇怪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越南人？真是厉害的。讲错了，差一个字。这边被净空了。我直接封路了，我操！在看烟火吗？快点过！放了吗？还没放。就剩下过了就好，过了就安全。毙了！他们估计我过去有可能会过不来，他们封路了。不会不会。两百米后右转。他们已经过了来后才封路。过来才封路，过来才封路啊！哇塞，好多人啊！这是。快，等会儿咱吃个好吃的，然后就坐这儿看，在这儿等啊。哎，今天也上班日嘛哈。对啊，晚上闲着没事。闲着没事。这个广场很大，我上次在这个广场里面转了快迷路了八小时，我了个妈呀，真的没转出来。然后150米到达目的地，即将抵达终点，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。进去了。开门时注意后方来车。可以吗？能进去。没有，他没拦你啊。大概还有多远？没事嘛，他没管。他没拦你啊。车子也是进的。对啊，他没拦你啊。你不要自己吓自己，大哥。哎，那边是不是有臭豆腐？我记得那是不是有臭豆腐？啥东西？到脖子进去吃，跟撑啊，吃到你。哦，吃到你撑。好，咱们下去先吃小吃，先不管他们。你要快很准。哦，等他们来。你吃了你就不会痛了，你。他搞不好在前面等我们了。10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老家家呀，前方有家家。我太那个了。老爷爷是家家是吧？太猛了。老爷爷长声音叫家家。家家。家家。掐？啊掐？掐了吗？你搞么子？是吧？有点像。你看，就到了这里就是人山人海了。搞么子？呀，这都是往出走，都是要去看烟火。目的地附近，导航结束。结束了，在哪儿呢？酒店我都没看见。右边啊。是我眼瞎了吗？维湖顿酒店啊。华瑞河嘛。啊，华瑞河在这儿。到了吗？好，到了。到了。我看见了。嗯。对。哥下。